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到不道戒啊，这个道戒呢。我们学习到偷牛羊啊，四只脚的，这个在古印度北方，在当时大部分是依赖啊这个游牧过生活，啊，我们一般讲啊游牧民族。游牧呢，他们所依赖生存的啊，就是牛羊，啊，养牛养羊，啊，牛羊马，在印度呢还有大象。这些动物啊，属于四足的啊，四只脚的。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有了道心了，要偷盗这个牛羊马象啊，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这个四脚的呢，在经文上给我们举出这四种做一个代表，我们要以此类推啊，凡是四足的啊，或者超过四只脚的，都属于这段经文的范围。那么以偷盗心啊，让这个四脚的动物啊过了四双步啊，也就是呢给它移动啊，牵动了它，走动了四步，过了这个四步，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讲到四足啊多足动物这个怎么结罪。今天我们接着啊，我们继续学习下面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复有七种，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变坏心。此七则取重物，患不可悔。取轻物，这个轻物就是铅呢，有注解四钱以下，犯终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上面呢啊，我们经文啊，这个道戒呢，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一个大的段落。那么此地这一段经文呢，再给我们总结啊，有七种，那么就是犯了道戒了啊，有七种情况啊，在这个七种情况之下呢，就犯了戒。第一个是非吉祥啊，非吉祥就是不是自己的啊，心里知道啊，这个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有的，啊，心里啊有这个想法，啊，这个东西呢不属于自己的，啊，这个叫非吉祥。第二呢，不同意，啊，这个不同意就是
你拿了这个东西呢，对方啊，这个主人他是不会同意的。第三呢，不占用啊，不占用就是不是暂时用的啊，是把它拿过来呢，作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把别人东西呢就变成我的了。那不是暂时借用的，啊，暂时借用呢，你会再归还。那么在第三种情况呢，不是占用的。第四呢，知有主啊，知有主都，他心里很明白，知道呢，这个是有主人的，啊，这个物呢是有主的，啊，他知道，不是不知道。啊，那么当然也不是知道了，装作不知道啊，那个还是知道，啊，这个是讲知有主。五呢不狂，啊，就是他这个是正常的人，啊，六心不乱，啊，七不变坏心，啊，狂就是发狂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精神病发狂。啊，那么心乱呢？啊，这个人受到打击刺激呢，已经心崩溃了。啊，那么第七种是不变坏心，他也不是生病了，他那个心呢，心态啊，不正常了。那么这个第五不狂，第六不心乱，第七不变坏心呢，啊？就是讲没有这三种情况啊，是一个正常的人啊，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此七则啊，就是以上讲的这七种啊，非吉祥，不同意，也不是占用的，知道有主人的。那么自己这个身心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也不狂也不乱，啊，也不变坏心，啊，也不是生病啊，啊，病的这个精神错乱了，啊。那么在这七种情况之下呢，取重物，啊，此七则啊，就是此七种情况，你去取重物就患不可为。重物呢，那么在前面我们都看到了，你取这个物超过五钱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就破了这个戒。在小乘法来讲，不可忏悔。取轻物啊，这个铅给我们讲四钱以下，啊，这个四钱呢，就是五钱以下，四钱以下呢，犯终可悔，啊，这是终罪可悔。那么以上这个七种呢，就是，犯了盗戒啊。那么下面这个七种情况呢，是不犯啊，不犯盗戒啊。我们看经文，又有七种，一则吉祥啊，铅啊，这个铅给我们注这个小注，为是己物啊，就是。自己的啊，二则同意，千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则占用，千不久即还本主；四则为无主，千不知此物有人涉属；五狂，六心乱，七病坏心，此七则取物无犯。那么这个就是戒律上讲的一个开源了，啊，开源，啊，这个是开戒，啊，它这个没有犯戒，就是以上讲的这七种情况呢，你取重物，啊，也不犯戒，啊，第一个呢是吉祥，哎，这个位是几户，啊，这个
他自己的东西。啊，那么心里呢，他也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他自己的物品啊，不是别人的。这个想法啊，那么二则啊，这个二则是同意。树相清透，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啊。这个第二个呢方面呢是同意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呢，你借用我的东西呢，啊，我也不会反对，啊，也不会反对，啊，就是大家很熟的，那彼此呢，互相用东西呢，都很熟悉了，啊，那这个不换，啊，那你用的时候呢，他不但同意呢，心里还很欢喜。啊，非常欢迎你用啊，这个就不恨盗戒了。啊，三则呢，暂用。啊，暂用就是他暂时借来用啊，比如说你暂时借一个，水桶啊、脸盆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用了没多久呢，那么你就归还了啊，就还给原来的主人了。啊，这不久。啊，不是很久，那么就还到原本这个主人。四则为无主，啊，这个签里面讲不知此物有人涉属，就这个东西呢，以为呢没有主人的，啊，也不知道是谁的，啊，为无主，啊，这个是。啊，无犯，啊，不知道这个是有主人的，这个不犯戒。那么第五狂，第六心乱，第七病坏心，啊，这三种情况呢，当然它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啊，那么不是在正常的状态呢，当然他做了一些事情啊，不是他的本意。那么以上这七种呢，取物无犯啊，就是你取这个重物啊，也不犯戒啊，不是算犯戒。那么这个七条呢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七条呢，第一个就是非吉祥啊，第二种是吉祥啊，第一条了。不是自己的啊，所以吉祥未是己物，那么他就不犯盗戒了。那么这个戒呢，我们很清楚可以啊分析出来，这个吉祥跟非吉祥啊，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啊，我自己的想法跟不是我自己的。啊，那么原来呢，这个整个宇宙呢，啊，有没有是自己的或者不是自己的？有没有？啊，你看这整个太虚空，啊，是自己的还是不是自己的？啊，这时候讲到禅机了啊，大家这个参透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为什么会结这个罪？这个偶遇祖师在《旃茶三乐业报经》啊，发明这个道理，发明的非常的精辟，非常透彻。那么我们众生呢？就是有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
如果根据这个大乘经教来讲，一切法都是从我们自己心现事变的，那哪一样不是自己的？那既然是自己的，那你怎么会犯盗戒呢？你怎么用也不会犯盗戒嘛，因为什么呢？是自己的嘛。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呢，这个会犯这个盗戒呢？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妄想。这个罪业呢是从这里生的，本来没有，自己生的，生出来的。大家如果仔细去想一想，那就很清楚，这个一切万事万物，他自己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他有没有分说这个你的，这个他的，他有没有自己这样分别，这一块土地呢，他自己也不会讲，哦，这一块是某某人，我这一块是他的，那一块是你的，那个土地他会不会这么想？没有啊。那这个是我的国家，那个是你的国家，那个土地他也没这么讲。那为什么会划分这么多呢？那就人心众生这个心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原来这个都没有界限的，他现在给他划成界限。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起争夺，起了偷盗心，原来你需要去盗吗？不需要啊，都是你的啊，你盗什么呢？吉祥嘛，你吉祥都是你的嘛，那你还会犯什么偷盗戒呢？不会了嘛。这个偶遇祖师在《旃茶三昧业报经》这个卷上讲这个观想十方所有的供养偈我都拿来供养诸佛这个道理他就讲得非常明白。有人会有疑问那这个十方的不是我们的，怎么拿来不是换了道界了吗？这个祖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明。因此呢，我们现在呢，在凡夫这个阶段就有这些差别因为你有执着嘛，分别嘛。那么在这个有分别执着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这个就有是非善恶了，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了，这些就出现了如果你离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没有界限了你认定呢，就不会犯盗戒了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戒呢就我们凡夫这个身困现前这个有妄想分别执着这种情况来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盗心，偷盗这个心偷盗这个心就是会去占别人便宜这个心那么占别人便宜这个心呢，就会有控制占有这个念头控制占有这个念头就是盗心那么有了控制占有这个念头呢，那自然就起了这个执着了就执着这个这个罪业呢就从这里产生的那么有了控制占有，难免就会想到呢去占人便宜凡是有占人便宜的这个心就是盗心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有分别执着你这个有这个心，
啊，他常常啊，会去占别人便宜啊。因此呢，才要讲这个戒。啊，如果这个这一个人呢、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那你说他还要戒什么？啊，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啊，那就不需要了嘛。啊，所以这个是针对我们凡夫来讲的。啊，那么我们就现前啊这个情况来讲。活菩萨大慈大悲啊，就是我们凡夫呢，这个还放不下啊。那放不下呢，你要先执着善的啊，不要去执着恶的啊，因为执着恶的呢，那你将来就有苦受了啊。你执着善的呢，有乐报啊。还放不下这个执着呢，那么活菩萨劝我们呢，断恶修善。你执着善的，不要去执着那个恶的。那么这个戒呢，就是教我们这个啊，那么让我们断恶修善啊，慢慢再提升到不执着啊，然后再不分别啊，不打妄想。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同意啊，那第三个是占用啊，第四呢为无主。啊，不知道有主人的。那五六七这三种，就是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状态的？那么此七种啊，取物无犯，这以上这七种呢，就取重物也不算犯戒。那么我们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在行事操啊，这个四分律行事操当中啊。立中具七法名轻厚，一难做能做，二难语能语，三难忍能忍，四密室相告，五互相互偿，六招苦不舍，七贫贱不轻。如是七法人能行之，是善亲友准此良知。啊，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把四分律行事操，啊，这个轻厚的意思啊，引用这个四操里面的、啊、这一段文啊，来给我们做一个说明啊，什么叫轻厚？啊，第一个难做能做，难语能语，啊，难做能做呢是困难的事情啊。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他能够来帮忙来做。啊，难语能语呢，语是给予。啊，很难给人的，他也能够给他。第三呢，难忍能忍。啊，互相能够忍让。啊，第四呢，密室相告。啊，有什么隐私呢，他会跟他讲。第五，互相互偿，啊，自己有什么过恶啊，那互相啊会去掩恶扬善。六呢，遭苦不舍，遭到苦难呢也不会舍弃这个朋友。第七呢，贫贱不轻，啊，这个朋友很贫贱的，他也不会看轻他。啊，如是七法能人行者是善亲友，准此良知啊。如果这个七法呢，人能够做到啊，那么这个是最善的一个亲友。那么依照这个标准啊，啊衡量这个亲厚啊。那么下面呢又引用《支持记》啊一段文来给我们解释这个亲厚啊。是云：亲厚则无彼此也啊，就是不分彼此了，不分你我。七法中一竭力代劳，为之不厌；二己所重物于己不吝；三即相为恼了无所恨；四吐露私心而无所隐；五
焉二阳散恐伤外望。六求系泛滥多方整济。七贵贱贫富终始一如。那么这个是支持记里面一段的文啊，解释这个亲厚。亲厚就讲不分彼此了。那么已经跟自己是一样的了。那么这个七法当中呢，以竭力代劳为之不厌，竭力就是尽心尽力了。那么代替这个劳苦也不会生起厌烦之心。第二呢，己所重物以之不恋。自己重要的物品呢，你给了他，心里呢也不会舍不得了。给了他就像给自己是一样的那个感受。三吉祥为恼了无所恨。这个吉祥为恼呢，就是他已经违背了这个让你生烦恼有时候跟你无理取闹，那么你对他呢也没有怀恨在心了无所恨。四呢，吐露私心而无所隐就是你跟他讲了你自己心里面的话这个话不便对一般人讲的，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而无所隐瞒。第五呢，焉二阳散恐伤外厚那么会帮助这个亲厚的善友掩护他的不好的他做错事情了会给他掩护着不给他宣扬宣扬的呢是宣扬他好的善的这方面恐怕呢去伤害到这个善友的对外面的一个威望所以一个亲厚的善友呢，他必定是这样的这个焉恶扬善恐伤外望。六求系泛滥多方整济这个求呢就是被抓起来被关起来了这个是遭遇到了灾患困难了那么多方面呢去帮助他去拯救他第七呢贵贱贫富终始一如这个贵贱贫富呢它始终是一样的不会说他现在很有钱我就跟他亲厚一点那他没有钱的时候呢那就跟他疏远了这个就不算亲厚了这个亲厚呢就是你贵跟贱呢都是一样的这个叫亲厚那么这是支持记跟行事抄里面呢讲这七种是亲厚那么这个亲厚我们一般讲表示交情很好这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那么你用了呢就不犯盗戒了那么不可以做单方面想不可以说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他的那这个就 不算亲厚了所以我用他的物品时做亲厚想我用他的我做亲厚想这个你的就是我的嘛我用了他要用我的那不可以那可不可以这个就不能算亲厚了所以亲厚呢是彼此用的都不会计较了
都不会计较，那么这个就不犯盗戒啊。所以这个要了解清楚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有一居士种植萝卜，又有一人来自园所，欲居士言：“与我萝卜。”居士问言：“如有价也，唯当执所。”答言：“我无价也。”居士曰：“若需萝卜，当持价来。我若但以汝折，何以供朝夕之善也？”客言：“汝定不以我也。”主曰：“吾岂得以汝？”客便以咒术令菜干枯，回至深矣。将无患不可回也，往觉如来。佛言：“既执所患可悔，不可悔。净业花时，皆与根同。”那么到这里是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是说种萝卜啊，有一个居士呢，他种植萝卜啊。这个金山寺可能也有种萝卜啊。啊，那么这个萝卜呢，是白萝卜还是红萝卜啊？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给我们说啊，反正就是萝卜啊。那么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园所啊，就是种植萝卜这个菜园啊，这个处所，欲居士言，欲就是告诉这个种萝卜的居士，说你给我萝卜，你这个萝卜啊给我。那么这个居士问言啊：“你有价也，唯当执所。”啊，就是你有没有带钱来啊？啊，如果有带钱来呢？那我就给你啊，啊，等于说买卖嘛，啊，我卖给你嘛，啊。答言：“我无价也，我没有带钱。”啊，那么居士曰：“若需萝卜，当持价来。”你要我的萝卜呢，你要拿钱来啊。啊，如果你不拿钱来，我若但以汝，何以供朝夕之善也？啊，你不拿钱给我买。那你要我的萝卜，啊，何以供朝夕之善也？啊，意思就是说，那我吃什么呢？啊，你叫我种的萝卜白白送给你，那你不给我钱，那你叫我早晚吃什么？啊，意思是这样的。那这个客人呢，那也是很不讲道理啊。如定不以我也啊，你确定不给我吗？啊，这个主曰啊，这个种萝卜的主人就讲了：“吾岂得以汝？那我怎么可以给你呢？”啊，那这个客人说：“好，你不给我啊，他就念咒，啊，用这个咒术呢，我就让你那个萝卜菜呢，通通干掉，不能吃。”啊，客便以咒术令菜干枯，啊，念那个咒术，让那个菜呢都干了、枯了，卖也没人要了，也不能吃了。那么回至身体啊，这个客人回去之后啊，自己就身起疑惑了。受了这个五戒呢，那给人家要萝卜，人家不给，他就念咒了，让他那个萝卜菜啊都干枯死掉了。他这个到底呢有没有犯不可悔罪啊？将无犯不可悔也啊，就是有没有犯这个不可悔罪呢？身起这个疑惑。啊，往觉如来，那么就前往到如来啊，到释迦如来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去请教佛了。那佛言呢，既执所患可悔不可悔？啊，那佛说呢，那你要计算你让人家那个菜干掉死掉了，那个值多少钱呢？啊，如果呢，他那个价值超过五钱，那就犯了不可悔。啊，如果五钱以下就是可悔。啊，那么那个净业花时皆与根同，啊，那个从那个根到净业花，啊，果实，
啊，都是一样的，要算这个当时啊他卖的这个价钱。那么这个五钱呢，我们哦现在还在考据当中啊，这个古时候五钱到底现在我们值人民币多少钱啊，还在换算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五钱呢，它这个不是很多的啊，不是很多的啊。那么上一次呢跟大家报告呢，那么有资料显示呢大概值人民币15块哦，这个15块就换不可悔啊，这个是这个价钱呢是很低啊。但是这个我们还是有待考证的 啊有待考证啊，希望啊能够考证到一个最标准的啊。那么大家受的这个五戒呢，到底是犯了可悔不可悔呢？那么心里啊比较踏实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有一人在其凡间耕垦，脱衣着田一面，时有居士视望无人，便持衣去，使耕者遥见，欲居士言：“勿取我衣。”居士不闻，犹未无主，故持衣去。耕人即随后捉之，与居士言：“如法应不宜取也。”居士答言：“我未无主，故取之耳。”取法宜然。耕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将无犯不可悔也。”即往佛所自知此事。佛师故问：“汝以何心取之？”居士薄言：“未为无主。”佛言：“无犯。自今而后取物者，善加筹粮，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食犹足者也。”那么这里这段经文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有一个人在其凡间耕垦啊，就是在种田了。那么种田呢，特别像现在夏天呐、啊，天气很热的，啊，那么在田当中耕种啊，如果没有风吹来啊，是非常热，啊，汗流浃背啊，啊，那也不可能去弄个空调啊、电风扇，啊，那当然呢，很自然的啊，就会把衣服啊脱下来放在那田边。啊，那么自己在田里面呢去工作，啊，这个事情呢，啊，以前我们在这个乡下啊是常常看到的，啊，这个农夫呢都是打着赤膊啊，衣服都脱了放在那个田埂旁边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呢，看到那边有一件衣服了，大概呢，这个耕种的人呢，他距离这个地方啊非常远，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看到四面都没有人，啊，怎么有一件衣服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以为没有人的，他就把那个衣服拿走了，啊，当他拿走的时候呢，刚好被这个耕者呢遥见，就是很遥远的地方被他看见了。这个遥就是比较遥远，啊，这个距离呢是很遥远，啊，那么欲居士言：“勿取我衣。”啊，那么当然很遥远呢，也没有麦克风，所以他叫呢他也听不到，啊，叫他不要拿我的衣服，啊，他眼睛看到了，但是他声音叫的呢，啊，那个居士呢他没听到。啊，居士不闻呐，啊，他也没听到，犹未无主，他还是以为这个是没有主人的，啊，故持衣去。
啊，他还是呢拿着这个衣服呢，啊，回去了。啊，这个耕种这个人呢，即随后抓之，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耕种的人一定用跑的，啊，那他在前面一直走，啊，他叫呢他也没有回应，啊，那么他就一定是用跑的追过去了，那么这个鸡是抓到了。啊，那么与鸡是言，如法应不予取也。啊，这个如法应不予取啊，就是说你不应该这个拿我的衣服啊，啊，这是我的衣服，你怎么随便给我拿走呢？啊，鸡是答言呢，我为无主，故取之，取法宜然呢。啊，这个鸡是回答呢，我以为这个没有主人的啦。啊，所以把它拿走，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啊，我不知道它是有主人的嘛。耕人言：“此是我衣啊。”这个耕种这个人就对这个鸡士讲：“这是我的衣服啊。”啊，鸡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辞去。”啊，这个鸡士呢，就给他讲：“啊，如果真的是你的衣服呢，那就你拿回去吧。”啊，那衣服就还给他了。那还给他之后呢，这个鸡士就生起疑惑了。啊，这个鸡士呢，就是受了三规五戒的。啊，受了三规五戒呢，都叫鸡士了。啊，这个鸡士就生起疑惑：我将无患，不可回也。啊，那我这样呢，这个人家拿了衣服啊，啊，以为是没有主人的，结果原来是有主人的。啊，人家要回去了，那我这样呢，是不是有犯了不可悔罪呢？啊，即往佛所制止此事。啊，往就前往佛呢讲经说法的处所，自就是自寻，啊，询问，啊，这桩事情，啊，到底他有没有犯不可悔？佛之故问啊，佛呢？有神通嘛，啊，他就知道了，啊，那么明知故问，就故意在问他呢，如以何心取之呢？就问这个居士，你用当时你用什么心态呢去取这个衣服呢？居士博言，未为无主。居士就回答佛了，啊，说我以为他是没有主人的，我不知道这个衣服他是有主的。啊，佛言无犯，啊，佛说这样呢，你没有犯，没有犯戒。但是下面呢，就是告诉他了，自今而后取物者，善加筹粮，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实有足者也。啊，就是从现在以后呢，你取物，啊，凡是。不能确定的啊，你要善加筹粮啊，或者呢，它是有主人的物品啊，你就不可以随便给人家拿走了啊。虽然没有人在那边看守啊，而实际上呢，它是有主人的啊，你要问清楚啊，啊，不可以随便给人家拿啊。那么这一条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予取啊，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啊，这个不可以轻易啊去拿这个别人的东西啊。虽然呢，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但是呢还是要慎重啊，要问清楚啊，这样呢，啊，才不会犯了这个盗戒。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发心欲偷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者，犯中可悔；取而满五钱，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算是一个总结了啊。若发心欲偷未取者。
那么重要的啊，你有这个动机啊，有这个心态，欲偷就是想要偷啊，有动了这个念头啊，但是没有实际上呢去取那个东西，但是呢有偷到那个心，想要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是犯了下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是下罪可悔。那么花心偷盗呢，实际上去偷取了啊，但是它的价值不满五钱啊，还没有达到这个五钱呢，是犯中罪可悔啊，这个罪就比较重了啊，因为实际上呢有去偷了啊，但是没有达到五钱啊，这个是中罪啊，还是可以忏悔。取而满五钱，犯不可悔啊，去偷取呢满五钱了，五钱这个价值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我们看这个铅啊，偶遇祖师的铅药，欲偷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闻缺劣，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也。失戒须取向忏，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足自停，叫杀业稍轻耳。那么这一段呢，是偶遇祖师他这个铅药啊，这个铅药里面讲的，欲偷未取下可悔啊，是眼方便啊，这个叫做眼方便啊，想要偷，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偷啊，那么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是下可悔，可以忏悔。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那么取啊，去拿了啊，这个东西呢，已经这个身体呀、啊，已经具体行动了啊，取这个东西了啊，那么取了还没有离开他原来放的这个处所啊，没有拿离开啊，那么又放回去啊，这是终可悔啊，这个文缺劣啊，这个经文啊有缺劣啊，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啊，你取了那么没有达到五钱呢，是终可悔啊，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也啊。如果你偷取呢，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那就丧失掉戒体了。失戒须取向忏。那么这个是讲不可悔呢，是不可以用做法忏来忏悔的。啊，做法忏 啊是对这个三师七正啊，或者师长僧团啊，做结魔忏悔，这个不接受，不接受忏悔。这个做法忏啊，你这个罪忏不掉了啊，必须呢以取向忏啊，像《幻网经》《旃茶经》啊，这个净土忏啊，《大悲忏》等等。啊，这些大乘经教的忏悔法，取得锐相，啊，有感应了，啊，那么见佛见光，啊，或者是啊闻到异香，啊，有这个锐相了，那么这个罪业呢才算消除，啊，这个叫取向忏，啊，失戒呢，丧失戒体呢，必须以取向忏。才能把这个罪业呢忏除，啊，做法忏呢就不接受忏悔了。
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足自停。啊，例如就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如同杀戒这条戒当中所说的，所有世间性罪呢，常足自停啊，常是偿还啊，你偿还了，还够了，那么这个罪业呢，它就停了。啊，所以杀盗淫妄呢，那么都有偿还的，啊，这个叫性罪，啊，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的，你造了还是有罪，啊，不管你信不信，啊，有没有受戒，你只要造了杀盗淫妄，那么就是有性罪，啊，就是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是要互相去酬偿啊。比如说杀生呢，你杀他一刀呢，你将来要还他一刀啊；你害他一命呢，将来还他一命；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啊。这个叫酬偿。那偷盗也是一样啊，你偷人家的，你将来要还债的。啊，变牛变马变羊去偿还。啊，所以在啊西方确子觉明妙行菩萨呢也有开示。啊，看当时呢他就给那些居士讲啊，看到很多那个驴子啦牛马啦羊啦在替人家偷东西。啊，这个菩萨就讲了，这个前身呢、啊、都是做官的，做大官的。啊，那么犯了偷盗戒啊，现在变离子去还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沙弥利也看到，啊，特别在三宝里面呢、啊，啊，那这个戒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在佛门当中要修功德也很容易啊，那么要造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啊，就跟做大官的一样啊，他要做功德呢也很简单，但是反过来呢，他要造罪业呢也很简单啊，就在自己呢一念之间。那么这个盗戒呢也是跟杀戒一样，常足自停，较杀业稍轻了啊，就是比较这个杀业呢稍微轻一点啊，因为偷盗啊，他并没有还没有达到要人命啊啊那个地步啊，那杀业呢，你要人家的命了 啊，这个命啊有命在的。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感应篇图说》一个公案啊，明扬州有妇人生一子圣贤，有二孙聪慧过人，业南北惑。临终时以一乘密护其子曰：“此无起家物也，以真之。”此问之曰：“此乘乌木何成？中藏水银，乘出。”则注水银于头，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乘鹿，则注水银于尾，人以为轻，而不知反重。是以护耳，子心压之，而不敢言。护食伤势毕，对天祷告，求赦护罪，即将此乘烧毁。但见烟中有物上升，如青蛇状，未及二子皆死，遂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连日昏倦，乃不欲生。一日梦见金甲神谕之曰：“汝之父以往事作为善，命何复尔？不系一乘，欲地。”正以其现身用心不公，
故迁破耗二星以拜尔家，家拜之后祭之以火，今因尔能盖父之迁，故将二星收回，将以贤子光尔之后，尔当力行善事，无得厌由，结而大悟，为善益坚，后果生二子，皆成进士。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讲明朝扬州有一个富贵人家呢，生了一个儿子呢，很贤，贤就是很有道德了，有两个孙子呢，聪慧过人，那也有两个孙子呢，也会聪明智慧呢，超过一般人，卖南北货。那临终呢，他就告诉他儿子呢，他为什么会致富呢？他就是偷人家的秤砣了，当中去用那个藏那个水银，那么秤出呢水银呢跑到头去，人以为说哦这个很重，不知道呢那反而是轻。那么秤入呢要秤进来的呢，水银呢在尾巴，大家以为哦这个很轻，那不知道反而那个是重，他就是这样啊，他得财富的。那么临终就把这个托付给他儿子，就是你继续用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家生财之道。但他这个儿子呢非常的贤能心里听到呢就不敢说了心里很惊讶那么等到这个他父亲这个丧事做完毕呢，他就对天祷告求天赦免他父亲的罪过，他就将这个秤毁掉了。那么这个秤烧毁呢，就看这个烧的烟当中呢，有东西呢往上升，好像一条青蛇。那么没有多久呢，他两个儿子都死了，他都觉得呢，这个天道怎么都不知道他在做好事呢？这个因果颠倒我父亲是偷人家的秤砣，我现在把它烧毁了为什么还让他两个儿子就死了呢？所以连日昏倦乃不欲生。当然两个儿子死了，你看看痛不欲生那么有一天呢，就梦到金甲神来给他讲了说你父亲呢过去生呢他做了微善，就是做了一点好事，他这一生呢不是因为他偷那个秤砣富贵的，是过去生呢他有做善事所以这一生他何该他得到富贵但是呢他这一生就不干好事又造了恶业去偷人家的秤砣。那么这个玉皇大帝呢正以你父亲的现身呢用心不公不公平偷人家的秤砣所以派遣破耗二星就是专门来破败你家的败家子败尔家那么你这个家呢家产呢败了之后，那么就会有一把火把你家都烧光那么这个败家子呢一定会将来呢会把他这个财产呢都挥霍掉今因尔能盖父之迁，故将恶星收回因为你现在看到你呢能够掩饰你父亲这个过恶你把这个秤毁掉所以玉皇大帝看到呢你做这个善事了所以将这个破耗二星呢收回去你那两个儿子是破耗二星将来会败你家的收回去了现在呢换一个两个贤子光耳之后将你家这个光耀你家的门楣你应当要力行善事不可以再怨天尤人了他醒过来之后呢大悟为善益坚后来呢果然生了两个儿子呢都中了进士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这个还有注解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